我真的有点不舒服，我想歇会儿。我就睡一小会儿，我就去把爷爷接回来。还有，您要是饿了，冰箱里什么都有，您自己做点吃的吧。 我不是冒犯你啊，我是真的有点不舒服。你说来说去，不就是想告诉我你怀孕了是吧？你知道了？你看出来了？怎么看不出来呢？你不就是想让我知道吗？啊，故意不吃饭。 你枕头底下的零食，我全给你扔了。那你都知道我怀孕了，你还让我干那么多活儿？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一个家光厕所就有六个，我每天要打扫20多遍，还有那储藏室，让我搬过来搬过去，搬过来搬过去的。你还那什么心啊？我这肚子里是你的孙子，是嘉诚的儿子。You're very lucky。你应该感谢上帝，这个孩子是嘉诚的，要不然你连扫马桶的资格都没有。我知道上帝是谁啊！奇怪，我要求修改那份协议。 我想要以前那阿姨都回来，让他们照顾月月。我现在这样，就只能照顾好我自己。不可能！你别想像那些蹩脚的电视剧那样，怀了龙种就可以飞上枝头做凤凰。我告诉你，我怀嘉诚的时候，也吃了很多苦，也受了很多罪。不要跟我谈条件。您吃了很多苦。 您就不让别人享福了？您这都熬成婆婆了，你还整我自己的儿媳妇儿！随你怎么想吧，反正条约是不能修改，而且我告诉你，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不能要。为什么？彭佳佳，你真的爱孩子，爱嘉诚？ 爱这个家吗？我怎么不爱了？月月已经这么可怜了，你要先把她照顾好。可是这个孩子，他也是您的亲孙子，也是嘉诚的亲骨肉啊！彭佳佳，你听清楚了，你已经有了一个自闭症的孩子，你还想再要一个吗？难道你想要嘉诚？ 把一辈子的幸福就毁在这种永远治不好的病上面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也不会把这个孩子拿掉的。 Thank you.
喜欢吗？我其实什么都不想要。我知道你又怀孕了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一定会很辛苦，我又没有办法陪你，所以。 我也不想拎着这个包。我会的，我会多争取一些时间来陪你。老公，其实我爱逛街，我不是真的想买那些东西。 我只是一个人无聊，我只是想你多陪陪我。我知道，谢谢你，老公，谢谢你。 我忙完手头的工作，就回家吃饭。